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袋中啊哈有红色代币四枚，红色的是四枚，啊绿色的 green 哈是九枚啦，啊蓝色的不知道有几个哦 x 枚。好，现在的话哈，每一枚红色、绿色、蓝色哈，那个代币哈，分别可兑换哈50元，红色兑换50元，绿色兑换20元。蓝色兑换10元。好，现在呢，从袋中取出代币啊，每一枚代币哈、哦、被取出的几率呢都一样，设随机变数 x 哈、哦，代表选取呢一枚代币可兑换的金额了。哦，就是说哈 x 哈、哦、代表选取一枚代币哈、哦、可兑换的金额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你选取，那个红色的，你可以呢兑换50元嘛？你选取什么呢？选取绿色的，可以兑换呢20元。你选取哈、哦、蓝色的，可以兑换10元的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哦，这是 X 的哈。好，那、啊、现在呢，随机变数 Y 哈、哦，代表一次选取两枚。哦。随机变数 y 代表选取两枚，选取两枚的话有几种情况呢？就是说，它可以重复取嘛，就是说有三个呢物体，三个物件嘛，选两次了，总共有几种情况呢？三，四取二了，总共有六种情况，哪六种就是说你两个代币都是选掉红色的，那选到红色的那就是，它是说金额吧，可兑换金额就是100元，好，然后呢，有可能是选取一个什么呢，红色的，啊一个什么呢，这个绿色的，那就多少，这是70元，好，选取两个，然后呢，又有可能红色的。蓝色的，那就多少？就是60元。啊，有可能选取两个都是绿色的，那就40元了。20×2=40元。啊，有可能呢，绿色跟蓝色绿色跟蓝色的话是30元。啊，有可能两个都是呢蓝色的。那就只有20元而已。好，那、啊、现在的话，他说已知x 的期望值是20，期望值20的话你要把什么呢？这些那种取到这个，这是他取到什么呢？这是几率啊，取到这个红色的几率多少？取到红色的几率就多少？就是9+4=13嘛，13呢加一个4，就13加一个4，13加一个4分之4啊，因为它每一个硬币取的距离是一样的，那红色有4个，绿色9个，蓝色 x 个，所以你取到红色的距离是，全部分之14，那是多少呢？是全部是13加 x， 9%。它、啊、就是13+x， 它、啊、分多少分之 x， 所以它的那个期望值期望值我们叫做大 x 八好了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50×它的几率13+x 分之4，加20×几率13+x 分之9，加10×多少的几率？13+x/x， 这个它期望值说是等于20，那这样我 x 就可以算出来，这是多少？这是200加上180，加10x， 等于多少呢？20乘以多少？13+x， 等于多少呢？260。加20x，
所以就得到哈，二十，十二个字移过去，二十减十是十啊，这个加起来减掉260，哦，就是说哈，380啊，380减掉260，等于多少？120，所以十二个，也就是蓝色的硬币哈，它有十二个，哦 ，X 的话哈。有十二个，哎 ，X 有十二个。好，再我们看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，他们试问哈、哦、，Y 的话哈、哦，小于等于那个50的几率啊，小于等于50就是只有这三个了。这三种情况呢 ，Y 是小于等于50的，那他问几率嘛？他问几率的话哈、哦，所以我就把这三个几率把它找出来。这三个几率等于多少哈？这个总状况数是多少呢 ？n 哈 s 哈，总状况数啊，就是说你这么多个哈，你取两个出来哈，它的总状况数，有可能哈，你取到什么呢？取到两个什么呢？两个红色的，就四哈，四个红色的取到两个红色的。哦，也有可能呢。这种情况，这种情况的话呢，说多少？那就直接那个就可以了。就直接多少呢？四嘛，这16，13呢加多少呢？这13了，13加12，25了。25的话哈，取多少呢？25的话哈，取两个了，我就把什么呢？把这个什么呢？红色、绿色啊跟蓝色哈，这个东西通给它编号。红色的话从1号编到4号，啊，绿色从1号编到9号，蓝色从1号编到10号。所以总共25，哦，25的话呢，取什么呢？取2啊。好，那这个的几率的话，这个几率哈，这几率多少？这几率就是25取2哈。啊，这个的话是两个都是绿色的，两个都是绿色的话是多少呢？绿色它现在有9个嘛，就是9个绿色的取两个。好，这个呢，这个是 C， 所以它总几率的话是这样子，总几率的话是 C 25取2的，啊，这种情况的话是多少？是那个9个吗？9个绿色的取2个，加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那个从什么呢？9个绿色的取1个，乘以多少呢？蓝色的。蓝色的取一个，12个蓝色的取一个，啊，这样多少呢？加上哈、哦，那个12个蓝色的取两个，哦，啊，这个就是答案。那这个等于啊，这个是等于25乘以24除以2，所以是25哈、哦，乘以多少呢？12，300。它是多少呢？9取2，36，它加多少呢？9乘以多少？12，等于多少？108，加多少呢？12取2，12哈，取2，66，好，这样的话等于多少？这个66加上呢108加上36等于210，210，3×21，1/10啊，所以是0.7，好，0.7啊，所以是等于0.7，好，几率0.7啊，好，那这个东西哈、哦，这个25取2的话，也可以写多少呢？写成哈、哦，
这个是四个哈、哦，四个什么呢？四个红色的取两个红色，啊，加上多少？加上哈、哦，四个红色的取一个，啊，乘以哈、哦，那个九个绿色的取一个，啊，加上多少？加上那个，红色的，红色的四个嘛哈，四个取一个，乘以哈、哦、蓝色的十二个取一个，啊，总共有六项，加上多少呢？有三项，加上绿色的，绿色的是九个，取两个，加上多少呢？绿色的取一个，蓝色的取一个，加上多少？蓝色的取两个，这个你全部把它加起来的话，哈，会等于什么呢？会等于哈，全部25个，25个取两个，哦，可以把它验证看看，这两个也会一样。